听到啊，系嘛？咁啊，先讲下先，今日喺嗰个哇，寻日我同艺点解今日可以听到嗰个打气信咧，就唔系净系嗰个达叔嘅，寻日系啊，唔系达叔一个功劳嚟嘅，全部就系寻日咧，我哋喺呢个啊有兄弟帮手记咧，先可以做到嘅。寻晚我哋喺 chat room 都搞到好夜啊，一喺度商讨点先可以写到啊，啱啱好都佢话。一开头个主持都话坏，佢话如果呢度可以读得中嗰啲，佢话嗰啲加油信咧个机会率咧都应该细过1%啊，佢系咁讲，你点睇？咁啊之后寻日哇，我哋谂咗好耐，我哋总共有四封俾人读中啦，咁其中一封咧就达叔写，你估唔估系边封？边封系达叔写？我慢慢讲下，第一封系林达。第一封是林达写，我有四个署名，你睇下。第一封是林达啊，英文名是咪 Linda 林达？跟第二个咧就是云斗达，好像是第三个咧系杰伊 GBB， 跟第四个是爆基达，就真系嘅。你估边个是我写啊？你估啊？署名卡关达肯定系唔会啦，我点去写嘅啊？我系 Gibby， 我写嗰封系 Gibby， 我最好三封，我呢、這个我咁多封入边，我写个就系好聪明，我故意我费事写咁多咩达咩达，我估佢可能字，我就反其道而行，我啊摆咗，我写 Gibby 啊，我系咁写，我系各位亲爱嘅啊兄弟乖猪 B， 我系咁写。跟住我话听到呢个留言之后，你哋要即刻立即进入明镜止水状态。跟住就话，我阿嫂咧就会煮定饭等你哋。我话咁讲，阿嫂啊煮好午饭等你哋翻嚟啊，祝佢海船归来系嘛？我咁写，你点睇？有即刻听完之后，你觉得点睇？我想知道你听到有咩反应？我自己都估唔到会读得中，我因为上年我系 fax 嘅。哇 ，fax 到爆咗我啦！寻日我真系一路 keep 住去 fax 啊！最好笑就系呢个梗啦，我谂嘅我梗系劲啊！啊，有啦，不过你都好好啊！嗰、那个有一个系 Facebook 嘅个兄弟系留言系叫多多啊，好似系帮我写系就系爆基达，跟其余嗰啲我可以出嚟应嘅啊！边个系林达？边个云斗达？两个呢三个人，其中一个 Facebook 叫多多，我知啊。咁其余两个咧，我真系唔知边个写，因为佢未有人认到边个林达，同埋边个云斗达咁叻吓。即刻争住赢，个个都我。咁咧，寻日你系云斗达啊吓？咁啊，寻日就有一个话系香港电台，因为我哋系寻日我话喂。我话我哋搞搞佢，我话有冇香港电台啲员工啊？我搞搞佢啦。我话上年我 fix 到手软都未必得，我都唔得喎。我就话喂，今年有冇啊？跟住寻日咧就真系有一个就话我喺香港电台做，佢真系咁讲。之后我话你可唔可以帮帮手先？我就同佢讲，我就话我话使唔使做啲暗号啊？我话我哋就会画到啲红花会啲花花啊，定点点点。跟住佢又冇答我。我话话跟住我就直接讲，我就可能写乜乜达乜乜达，我啊咁讲。跟住点知就真系中下，都辛苦好多兄弟啊！寻日我哋一路，因为每人写几个，因为好惊咧，即系如果同一个人手笔写，可能太似或者点，跟住我哋就分散晒，每人就写咁啲，系嘛都算犀利啊！我哋嗰个读咗成几百封，咁啊，我哋都中四封都算犀利，讲真，都算系好啦，都好彩啊！讲真，都系上天嘅福气，好彩，一定系个女主持啊！女主持读得有感情啲，我即系我其中我系边一封系俾女主持读嘅，好似系最后嗰封啊，好似多多吓、啊、爆基达嗰封，好似系多多嗰封系俾女主持读嘅，嗰、那个就读得好啲。跟住 G B B 嗰个系就系、是、嗰个男主持读嘅，佢最后啊叽叽叽叽咁样啊，好似系咁啊，系咪我冇读错？佢系咁啊，佢读冇读清咗 G B B 咁样噶嘛吓，佢、啊、笑啊，个主持一路读一路笑啊，系啊，佢话。云斗达咧，我呢啲应该系打机嗰啲花名嚟嘅，佢都醒目啊！可能佢都有玩云斗罗，我思疑佢都系有玩呢个云斗罗先可以读到。黄斗达黐线啊，梗系唔系嘅，云斗达，嗰、那个呢、這个名字都几有趣。
嗰個改呢個名嗰個人，可能就係因為佢呢個名改得特別，所以嗰個人先讀。我覺得可能都聰明啊！大家呢四個都係五虎將，哇！四個都係聰明嘅，我話俾你聽。第一個就用林達，你話呢啲好簡單嘅名字，我話呢啲人所以就成功啦嚇、啊。第二個係咩啊？雲斗達個名夠特別係嘛？有霸氣，跟住於是成功。第三個建議 B B 達叔當然聰明㗎啦，唔使講㗎呢啲，唔使講㗎啦嚇。但係隱隱於是用一個女性啊，我幫阿建議 B B 寫，用女性角度嚟 ，B B 唔識寫嗰個中文啊嘛，我係聰明，我幫佢模擬一封啊，用嗰個意啊，即係嗰個代入去人哋嗰個心境嗰個寫，即刻就成功。但係隱隱於是最後一封就係最正啊，光明正大，直接話用嗰個爆機達正式嘅身份直接落去，單刀直入。啊！呢、这个四封都系好聪明嘅做法，全部都系将才，大家点睇？啊，都好好，我都要多谢香港电台都可以咁样俾我哋，哇喊出嚟！你睇下即刻神功护体冇事，挡住我先，系、啊、嘛 ？DJ 话有睇我台，真定假？唔信佢冇讲吓。嗰封我故意，我因为我估到咧，我好聪明，我故意我写。我少改到我啊，就我谂写咩兄弟啊，之如此类，我仲啊煮饭呢啲，系嘛？咁啊，佢系醒目。多谢两位主持人啊，读我拣咗四封嚟读，多谢晒啊！主持系边个？嗰、那个女仔把声系有，好似女仔嗰把声咧，成日都有时嗰啲啊，港台啲配音啊，嗰、那个仲有嗰啲考卷，有时都会用到佢把声，你有冇留意到啊？吓，系咪啊？系咪就系佢啊？女兄弟嚟，多谢两位主持啊！